找回星星和念天心。咱即马啊，搁继续倒转来。真歹势，我讲一个收顿哦，我紧结束，即个甲咱讲一个，奈起题都还未讲好，讲一本册，迄个序都还未讲好。王所莲，你讲什么？应该拍什么人到位？拢无卡多你拍嘛？但是我乌克兰的阿兵哥，也是即马只加入的，为了国家加入训练我你。马上就去上战场啊！所以钢管，伊就敢那咧生大哥大钢管，生迄个吼，迄个摩拜风，起落。啊，无人机都该操作个好势好势。那无人机顶头够，顶头有这隐形的飞机啊，大洋海洋里面有隐形的这个潜艇，拢咧接收，都给你指示。阿兵哥讲，即卖你到对面是啥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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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主要是指示啥物？迄个就是迄个海马尔，迄个啥物？迄种炮啦，吼。迄个拢拍3000公里的炮呢。所以就所以你甲你拍，你嘛唔知。是啊。迄边你都甲你连在一边跑。已经未有啊。啊，不拢未有啊。所以苏联顶摆不是迄个在黑海啊，还没有思考啊，也没跳起，就是跳起阵，大家啊，也杀无。啊，够硬气咧！啊，这么就知影，原来是安尼先。啊，这就是这摆的战争，他们讲，就是讲开一个新型的战争啦。这新型的战争，就苏联开始，苏联都是以。咱咧中国话讲的什么？即个先北京话讲，踌躇自满，绝对。你看，伊开始要拍的时阵是安尼。啊，免三工，那个就倒定你干。无啦，伊敢那无几礼拜，都要昏死啊啦。无，伊来讲超三天嘛。三天啦，伊超讲了三天。啊，这三天嘛是你讲那二月二四嘛，透早拍，三工都没有，就即马拖到今年。哎，问题就伫遮嘛，人的武器袂输你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苏联是安怎开始，大家惊到时阵，这就是这摆战争哦。我这么个讲，搁较深一点，这摆战争就是新型的战争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摆看到。上早是看到美国啊，甲伊拉克，伫拍这啊。阿富汗也无够遮厉害，你拍伊拉克人拍一个到底，全世界拢惊个，伊就是用咱头拄来讲个，对人造卫星落去，啊去，将伊个武器给锁掉个，伊就变无力啦嘛，啊，这就是迄个时阵发明一个名嘛，什么C4 ESR， 我，诶，中文个什么 C 的。两军对现场的 command 吼、啊，这个，是 command， control 控制，啊，个两个啊 ，communication 哦、，computer 这四项物件拢连起，做了 intelligence 情报合格，四个 C 吼，头头讲的 command。communication, computer, 我看见我不记得哈，这些哎都是，拢看起来，咱咧讲诶什么情报，下面一条边嘛，做了情报，做了观察 surveillance， 就是监督，啊，到尾啊就最主要讲伊诶主管甲伊诶现代化，就是甲这个资讯跟执行，执行下面拢连起来，就是。所以你在伊拉克的战争时阵，那个伊拉克根本都讲几十万军队，拢一个手都拢死战未掉，死战未掉，因为你也是从传统的拍法。是，即摆苏联伊感觉要赢这，但是要未赢到人比你更加深，就是我头下讲个叫，敢那一个雷条啊 ，Starlink 就出来啊。第二，人即摆已经发明个这个。空中的即个迄个 still 就是即个隐形的啦，无人机啦什么，迄个帮忙，啊，坐落去，从这落去，人规三千公尺，三千
公里的这个炮兵的炮，哦，即卖炮兵弄啊这么远来，刷到个顶，个有飞林机，装飞林机，无人飞林机，你根本这个事情，这个战争甲过去，哦，像咱台湾的开始咧，当然真重要，赤招战啦，啥物？嗯。你也赤招的要袂白刷你。一条炸弹，你穿还袂硬起来，还袂很好势，都已经代志都发生过啊。所以，嗯，后摆战争是安尼，啊，这几年就发生啊。哦，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苏联的战争伊安怎那会遐尼臭屁呢？嗯，因为即卖的人，现代就是因为即摆苏联攻击的乌克兰，才发明一个新的名字，叫 hybrid warfare。hybrid 是啥物？杂种啦、啊，杂种啊啦，是安怎杂种啦？诶，诶厉害哦！我，甲你，那我先第一，我宣传，吼、哦，我安尼宣传啊，安尼全世界去宣传啊，宣传我本国的人，苏联人民甲支持。嗯，迄阵要开始咧，甲乌克兰咧咧闹的时阵。嗯苏联的老百姓是82%以上爬升度支持咱的这个普京呢。伊个老外先做啊，团做个足好。研究咱苏联大帝国都变个，像即马安尼斯那年哩啊，你还搁咧，还搁咧当手，还搁咧干那套啊，这个北约。嗯。安尼在咧交接，咧想要加入那套，哦，安那套关拍拍就。恁家的人欺负人家忝啊！哦，这宣传开始都用落去啊。嗯。第二，用咱头头讲个新型的这战争方法，已经伊武器啊有啊，准备好势好势啊。第三，伊搁用在，就像内应的部队甲老百姓。对。内应，因的国民党足多就对啦，甲咱台湾即嘛即咯，因的国民党总要比因的乌克兰党搁较济啊。你会使从这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，伊就是因遐的人顶顶安尼是吼，啊，到尾啊第四项，平时叫遐恁家己内面的人先反。对，前面迄两个所在才变成苏联的部队，瞬间就变瞬间，东巴是这个所在嘛？迄所在是乌克兰的工业区呢，蛋黄区呢。啊，那变啊遐尼紧，那种迄个，那知影讲这苏联甲乌克兰的历史，哦，迄咱后摆才阁讲。啊，今仔日无迄个，就阁讲落去，大概阁半点钟嘛无够。啊，所以这就是 hybrid warfare 这第二种，用这个方式，啊，这方式我特别去讲，对顶头伊利用这个人造卫星，诶，这款的战争已经拢发生啊，就是科技战了，嘿，嗯。第二项，苏联怕乌克兰，虽然安理会咱头头讲着，无通过，但是因为过去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功能不彰的关系，所以。大概是美国迄个拍这个中南美迄个加上什么国家来，咩啊？通过由安理会那未通过物件，会使用个转到这个，因为国际这个问题发生了嘛，发生可能会发生个战争啊，等等啊呢，由这个联合国的大会来决定啊。一定要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呀？符合对，用个启动、启动、启动，这个联合国要有一个叫做集体自卫权，个人的自卫权。跟那你，苏联你敢拍，我当然有可能会使反恐啊，对不对？说落去，那无安尼时阵话，啊大国专门欺负小国啊，啊大国说落。安理会要甲你做公亲，你又无你也甲反对啊？个反对派对，即个国家拢有即个权利啊，对。啊，所以你讲即个权，毋是讲谴责会使，毋是讲参加战争，战争不在，但是向丢向唔丢，向是侵略者，即由大会来决定。
问题吼，上届食力的问题吼，是出伫咧地里，敢毋知？我会当讲一句话无？我会使。哦，因就是因哦，全世界的人啦，包括咱台湾啦，台湾的国民党也好啦，啊，民进党啦，拢嘛想讲啊，你乌克兰吼，绝对毋是这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兵强力壮的对手啊！你较早包包起来吼，导航就好啊，就无代志啦，安尼。你看，迄落拜登口啊嘛，淡淡唔敢支持伊啊，足侪迄落国家拢淡淡唔敢支持，拢安尼有所保留，有所保留。大家唔知影讲联合国有一日，也有一日，当年差不多1950年的时阵，无偌久的时阵，就发生啊，所以才变作你安理会无办法解决的问题，变啊，变作五国变作11国嘛，哈、来改进，也是未改进的以后，是嘛，刷落去。透过这个，把这个议案交去个大会，联合国个大会，全部200几个，那100几个国家来决定。这个经过一个程序 process， 这不是叫做什么呢？emergency 紧急解决 emergency special process。session 不，就交予这个紧急，因为安理会都无办法进档案吼，因为董事长你个你投反对票嘛吼、所以 emergency special 这个 session 紧急特别的一个程序，由大会所有的国家来投票。来讲，这上对上对，因为这才符合至少联合国你有这个权利，还是你的义务。你因为你讲全世界第一次的唔通有战争啊，所以人家讲武力绝对禁止。你即马苏联你共欺负的，到底是不是侵略？你违反第一条原则或者？第一条宪章里面第一条就是武力的禁止，你违反了嘛？所以你搞好这个紧急特别这个程序哈啊，开会大会来开会。啊，不过啊，这开会通联无开会了。那哪个进那个底下的？啊，就是开会通联一赛，第一点，大家应该发动自卫权，集体自卫权，哦。所以你才在联合国，大家我们晓得嘛？在 NATO 里面，遐国家里面，大家中国家的名上在武器去，上武器去。第二，在国会使派军队袂使，你国家会，但你只有志愿军哦，还是雇佣兵，雇佣兵唔是你政府讲，就是会使哦。你苏联，你咧拍这个。伊就是从这个普丁的这雇佣兵落去呢，一个 Wagner Group Wagner， 华格纳。伊是讲用特殊的军事行动啦，唔是战，唔是发起战争啊。伊咪啊，就是伊我懂的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会使无？会使自卫权，个人你法律上这个 session， 这个特别听书，跟你讲。联合国跟你讲啊，这不是透过这个安理会，是透过我这特别的紧急程序来判断、来决定通过这个什么、这个大会这个议定书啦，哦，你这是侵略。所以第二天呢，二月二四、二五的时阵，二六就通过第一号、第二号、第三号、第四号呢，这摆大家拢讲。那国家和你苏联安尼生落去，呾死咯，呾底下迄三个小国家马上嘛翘起，对唔对？啊，就是过去因老个安尼生，苏联你讲念头想过歹，念头讲你想歹，迄就是闹来闹去嘛。啊，你闹到尾啊，大家闹是闹，拢也无法动战争。啊，你苏联你到时拳头遮尼大，啊，你拍这个乌克兰，这已经甲你所有人拢判定是侵略。但那么久，苏联以后一直人伫个哦，大家要甲伊迄落个哦，吼，甲伊要，拢总
百怎么那四个国家，一百四十个国家判定讲这侵略，五十二个国家讲，啊那不是啦，卖啦，哎就是在国民党啊，哎呦唔贪啦，啊这一个国民党拢正共款，哎呦都这个进这一步来讨论，那会使讲个侵略这二上个当啦，等等安尼是，所以呢表示讲这个问题呢发生。这是拢变成国际问题去啊！啊，我即摆咧讲第二点，国际问题是由即摆合法的国际组织来裁判嘛，啊，即裁判，讲你侵略，刷落去，你即国家内面用个啊发动叫即个送武器，送即、这个送医疗哦哦医疗啊武器子弹了啥物事，就即摆讲因。趣味是伫倒呢？像土耳其最近这礼拜、顶礼拜才讲，土耳其要上一百页，一个苏联是两个先眉来眼去呢，伊要上一百五十七货柜 container 上去支持乌克兰。一摆台的话，一摆乌克兰侵略，这个苏联侵略乌克兰上趣味的上大的问题就是德国。NATO 裡面的德國開始嘿，不像像我們過去 Merkel 那個盧總理一樣的對這個蘇聯有很大的這個很寬待啦，他的歷史跟家族的那個感情啊，對啦，就感覺不然你就給他一個機會，就像馬克因為 Merkel 就從那裡來的嘛，法国的总统也是，要是要侵略以前去跟这个普丁两个人啊，马克龙总统啊，马克龙，开会开一个七拜然后，或者澳洲的甲美国，但你这个到底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？啥拢无啦，啊是，绝对是哈。绝对不是苏联的，是无可能我收买啦。但你敢会狂到这个程度？啊，是内面，你的内面的什么人啊？几啊个是强收买啊？真正安尼是。哦，我这么来讲了。第一项，新的战争是变作安尼是。第二，国际的这个制裁力量已经产生啊，而且在这合法了，就讲这你苏联是侵略。你违反武力禁止的这个原则，所以大家会使提供这个这建立这个集体的自卫权来跟你写一个，啊，期待这代志更较紧的紧结束哦，啊，要。要有其他，咱就等后礼拜再来讲啊。等你后边的时间啦，不一定讲后礼拜啦吼。等你后边咱到时的这个时间吼。啊，这真大，这真大进步。嘿啊，这嘛应该爱咱爱好好啊，详细来讲这个啦吼。安怎呢？咱台湾现处是，咱无在条参像有泽文斯基这种的领导人。不，除了无以后，你台湾因为到时你嘛袂用的讲。中国你是侵略国，中国你是中国一部分的，咱内政也未算。台湾哦，我是中华民国主权的台湾，你画这拢无较专呢。你无画这无死啊，紧你画这才死。就不台湾，啊这咱这个曾经，台湾台湾死路一条，有办法因。除非啦，对由联合国来讲，联合国到时拢兄弟啊，但你嘛，但你是啥人啊？中国肯定是中国一部分，那了中国没有中华民国嘛？对对，我要中你啊，中国啊，中国都死啊！你是鬼还是人啊？你这样，啊，你是啥人嘛？你很快就你中国拢灭啊！对啊，所以你赶紧弄同款啊，等等。唔，阮要安怎甲你斗相共？对啊，那你先出无门啊了。人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若要收回中华民国哦，咱台湾。你正是那个真好讲。四出无名啦，无法度参与讲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领导之下有这种大事。
苏联解散以后，大家拢承认嘛，你是一个独立国家嘛，啊、有这个情绪嘛，就跟咱韩国同款，韩国哎，啊，咱要联合国通过啊，咱两个北韩南嘛，所以咱两个要安怎，要统一，那是咱两个代志、啊。但是你是北韩，北朝鲜，我是南韩、啊，是一个国家，你也是一个国家，这国家要我变一个国家不？会使老百姓啊同意就好啊嘛。哦，啊！你台湾呢？噶只嘛，你也是。我若想到这暗时啊，困未起，你敢知？我若，我当这是法律问题，啊，甲这个政治问题，我嘛想到个，你困未起，我食袂落啦。你食袂落，哎，我加米一个啉啦，茶一个啉。好啦，啊，咱今仔日吼，因为到时在赶时间，搁要赶去下港嘛，吼，啊，这过年搁足歹买车票安尼，啊，希望讲咱临港的时间啊。传好势，拜托阿同志，啊，咱就甲咱听众朋友过来，不过这为这个有永和，他是拥有核子武器的，我要安怎牵你，就安怎牵你。这核子武器一个出来，就威胁着全地球呢，不是干那威胁着迄个乌克兰尔呢。嘿啊，咱后礼拜咱去讲啦，吼。哦，感谢你啦，哦。再会。拍死，好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